朋友们好，我们接下来拍一期有意思的视频，是我一直想尝试一个创意，一边跑步一边拆卡。这次准备拆的是几个去年咱们捡中的这个灰金礼盒啊。跑步之前，我们先把这些灰金礼盒里边的散包拆出来啊。这些灰金礼盒是这个 TCG 大师杯的主办方送给我的。这场赛事是以这个 NB 卡社为首的八家优秀的上海牌店联合举办的，从这个2月23号的第一场预选赛开始，会一直持续到3月30号的决赛。拆完灰金礼盒呢，我们就一共得到了这些以往的卡包啊。待会儿一袋一袋的倒去拆给大家看。我们现在上这个跑步机啊，把速度调。到七有点快呀、那我们先来开这个减中2.5的炫技争胜啊，玩有可能开出最好的卡是我们这个01的 SR， 大家也可以在弹幕里猜一下我们今天啊一共能够开出几张高含卡。哎，我好像看到金了。好的啊，来看一下。哎，我刚才看到金边不会是这个吧？鬼树的这圈儿啊，妙蛙花的提琴，01的小山卡。可以啊，我们已经出了一个高了，一张我们珠岛群里之正的 UR， 接着啊一张纽拉马，一样，这两个嘛，我们来开这个2.0的换，人物有可能开出最好的那张是那个竹篮，来啊，我们展示一下看有没有高，哎，一张卡比兽的 TT， 喷火龙 J 叉应该是记了，一张三鸟的 J 叉，完了记了，我恨换。一张班吉拉斯的这签没了，什么玩意儿？接下来播放，我们来拆这个2.0的木啊，里边有可能开出的最好的这张卡是我们的碧蓝。那这边顺便再说一下啊，这个 TCG 大师杯的预选赛分为这个直通赛和积分赛，最后估计一共会有64名选手进入决赛。大师杯的第一赛季呢是宝可梦卡牌的比赛，后续还会加入一些那个海贼王啊 ETCG 的卡牌比赛。听说这个决赛的奖品呢总价值超过3万元，冠军会有冰卡和一瓶超贵的茅台。好的，我们来看这个换。哎，一张钢梯梯，什么玩意儿？一张我们铁火辉夜的 J 叉，然后接下来一张我们哎，后面是不是高？哇，今天的第二个高啊！我们的皮杰的一张 SR， 请问现在还有人在使用皮杰吗？看看有没有？哎，又是皮杰，看来老天在暗示我用皮杰卡组啊！来，朋友们，我们要开这个2.0的魁了，有可能开出最好的人还是我们这个头屏超梦的手绘。现在担心的是我这个汗滴在卡上。算了，反正我也没开出什么名贵的卡牌。好了，朋友们啊，2.0的魁，一张高位，一张妙蛙花的 TT， 你说它是叠字哎，显得好像很亲昵的样子，还 TT， 然后啊，历史重演了，朋友们，另一张这个妙蛙花的 TT， 一张猫老大的 J 叉。好的，朋友们啊，都不要再去买这个灰金礼盒了。下面是这个1.5的对战精英啊，里边有可能开出最贵的一张卡是我们刘琪亚的魅卡，失策了，应该找一个毛巾的。来，朋友们，看我的这个1.5啊，我现在汗已经很危险了。哎，喷头小丑，哎，一张诺基亚的 J 叉，给我一个高，给我一个高，喷头小丑，我现在很恨喷头小丑。这套不能打，谁在乎？没了吗？大家都不要再买这个灰金礼盒了。好，朋友们，终于进入到今天的这个重点了。鹤仓泽，我们1.0啊，先从这个最没人待见的鹤开始开，里边有可能开出最好的张卡，当然是我们这个黑色喷火龙的 SR。我再也不要在跑步机上开卡，真的好累啊！这2000多块钱，4盒灰金礼盒，出了些啥呀？啊，一张盖诺赛克特的 J 叉，什么玩意儿？啊，一张超梦的 J 叉，哎，然后。哎，出高了，朋友们，一张究极奈格洛兹玛的这个 UR， 今天的第二张 UR， 看来还是1.0爱我，再给我来张高，没有，一张 S 闪的飞天螳螂。好的，朋友们，今天的倒数第二个系列了，我们这个泽里边有可能开出这个游客巴塞罗拉的 SR， 你说这个4盒开成这样，来啊，朋友们，我们1.0的泽，现在你单买这么一个散包也挺贵的，也是豪华制作的一期视频。哎，哇，一张棕岩狼人的 J 叉，然后，哎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一张高，朋友们，我们银半战兽的 J 叉 SR 闪光的，行吗？今天4盒灰金，目前出了4高，哎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，退坑吧，大家不要再买灰金礼盒喽。最后啊，观众瞩目的这个1.0的仓，有可能开出我们的白毛绿地爱，听着多好，有可能开出。但也有可能什么都开不出，都别再去买灰金礼盒。来啊，朋友们，你们看我后面那个福字了，给我带来一些福气啊！你4包肥包，给我出个高吧！一张快龙的 J 叉，什么玩意儿啊？然后，
一张我们的这个索罗亚克的这张，两张生命之色。我现在需要给我补血，一张我们这个敲浓泡虫的这张，没了，我不想拆了，已经都不要出来，不接理科。再见吧，世界毁灭吧。没有一高都没有。好的，朋友们，今天这个差就是这样，我先从跑步机上下来。朋友们，这是我们今天这个跑步机上拆散包的最后成果了，一共是开到了四张高，一张我们诸岛巡礼之证，一张这个皮杰的 SR， 一张这个究极奈格洛兹马，还有一张我们银半战兽啊，可以说开的是一塌糊涂啊。视频的最后呢，就用我开到的卡跟大家说再见吧。用哪张说再见会比较好呢？银半呢？那大家拜拜啊！不要再去买那个不接理科了。